好，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们现在讲的是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根据后观院长的讲义602页第三个部分，叫做无热恼。啊，那么我们前面就讲嘛，如果我们念法的话呢，那么会怎样获得的功德就是巧出。得今世果，第三是不是就是无热恼？哦，第三个无热恼哦。好，那所以这无热恼也有三说啊，有三种说法，也就是在 A、B、C 上头哈。那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无热恼呢，是无什么身恼跟心恼。哦，那身恼是因为我们这个有这个色身，是不是才能修行啊？哎。哦，因为有色身，是不是才有这第六识能够让我们去思考？啊、哦，那这个在借着我们有生之年呢，思善思恶，是不是就会记录下我们的善业恶业啊？哦，乃至于啊、哦，这个就凭着这样子的因缘业力，是不是又去流转到下一辈子去了？哦，那当然，这个身恼啊、哦，就如同戏服牢狱。考掠行路等啊，因为我们有这个色身的时候，我们就离不了生老病死之苦啊，啊，会有生老病死之苦，啊，所以在老化当中呢，啊，乃至在生病老化，啊，我们的老化是阻止不了，所以就很像戏服在牢狱当中，这个色身本身是不是就像牢狱啊？啊，那而且呢，在生病当中是不是也像考掠行路一般呢、啊？哦，可能有开刀啦，哦，或者什么做种种的什么治疗啊，哦，是不是也都很苦的？哦，这是我们的心脑，哦，所以离不了生老病死之苦。那我们的心，啊、哦，心脑呢，就是我们的贪嗔痴嘛，啊、哦，淫欲啊，嗔恚啊，悭贪嫉妒，因缘故。哦，所以就会升起了什么忧愁、怖畏等等的这种心所。哦，那主要就是从贪嗔痴三毒。哦，所以我们的心离不了贪嗔痴，我们的身离不了什么老病死。哦，离不了老病死，所以都会哦，等于是忧悲苦恼的。哦，所以呢。在我们的佛法当中，就是要从什么持戒清净开始啊、哦！只要我们持戒清净的话，我们的身就不会戏服牢狱啊、哦，考掠行路等恼啊！啊、哦，因为我们透过持戒清净的话啊、哦，那么我们的身就比较不会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能够持戒清净，表示我们的执着变得少。执着少，我们的善业会多；善业多，心善呢，那身哈、哦，我们的心理健康，那身体是不是也比较健康啊？当然，我们是啊、哦，阻止不了老病死啊、哦、老化的现象，哦，但是呢，因为透过内心啊、哦、的那个，因为有念法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的心的烦恼也会少一些哦。好、哦，所以呢。就会慢慢逐渐的解脱、超越身的恼，哦，那心也能够离五欲，啊、哦，因为比较不会是欲望上的不断的追逐，啊、哦，在修禅定当中又除五盖，啊、哦，那么就能够跟十道相应啊，啊、哦，就不会有种种淫欲、嗔恚、悭贪、嫉妒、啊、邪淫等烦恼啊。啊、哦，就会比较无恼故无热啊，啊、哦，比较不会身恼心恼，是不会慢慢的去调伏，啊、哦，慢慢的去调伏，所以能够达于无恼，那么就会无热，所以说无热恼啊、哦，这是第一说。那第二说呢，啊、哦，是透过复次呢无漏禅定生喜乐，啊、哦，在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哦能够达于无漏禅定的话，它必然是喜乐，而且是遍身
受故啊，哦，诸热则除，就如同就很像当人在大闷热当中，哦，大热闷当中呢，啊，一时看到有清凉的池，是不是就很想跳下去，哦，跳下去游泳，哦，一下了水就会冷然清凉啊，无复什么热闹，哦，所以这种无漏禅定也是升起喜乐，哦，而不会有热闹的感觉，哦，这是第二个无热闹。第二说无热闹的第三说呢，啊，就讲到无见爱等烦恼故呢，就无热闹啊。复次，诸烦恼若属见惑，或者属爱惑啊，爱惑也就是修惑了啊，是名什么热？佛法中呢，无此故名什么无热闹？啊，如果我们是正知正见啊，在这种爱染上面呢，慢慢的去除我们的什么执着啊，就会不热不恼的啊，无热恼，无热恼。那这个是不是也得要能够哈，啊，与法相应啊？要与法相应，就能够无热恼啊。那与法相应，就是要念法，对不对啊？要念法，除了念佛之外，就是念法啊，念法。这是第三个无热恼。第四个呢，叫做不待时啊。不待时也有三说啊。所谓的不待时呢，就是佛法啊，不待时而行，亦不待时于果啊。啊，佛法是随时随地，是不是都可以修行啊？啊，那只要因缘成熟，它是不是自然那个果报就会现前？啊，是不需要看时日的啊，所以叫做不待时啊。啊，那也有三个说法。第一个啊，随修八圣道时呢，便得涅槃，这是不待时的。哦，那就跟外道去做一个鉴别啊。哦，外道法哈，啊，以外道修法的时候呢，他可能要看什么呢？哦，日未出的时候要受法，哦，或者日出来以后就不受法了，哦，或者有的说啊，要入日出的时候才能够受法，日末就不能去受法，啊，那有的也会认为说啊，在昼当中能够受。在夜当中就不能受啊，有的是，啊，非得要在黑夜当中才能够受，在白天是不能受，啊，外道是不是有很多的都是要都是根据外相，啊，根据外相，根据啊出太阳，没错，白天还是黑还是晚上啦，种种，啊，来决定他的修法的时间，啊，好，那佛法当中呢，无受待时啊。哦，也就是说不是看时间的哦，而是透过随修八圣道，如果我如实的，哦，好好的去修八圣道来讲的话，是不是就有机会达于涅槃啊？因为八正道当中是不是就是戒定慧三学哦，当我戒定慧三学能够因缘成熟，是不是自然就能够证得涅槃哦，所以变得涅槃哦，所以这个是不待时的，不是看看白天晚上啊，日出日末啊，有没有这样看啊？随时随地，只要我有时间哈，我这个时候能够哈放下一些这个外在的事事物物，我能够安排的过来，我是不是就是好好的来受学啊，来修行啊？就譬如火得心变燃呐，啊，火如果。啊，烧在那个心木上面，心是指柴木嘛，哈，那它自然就会怎样，就会燃烧起来。所以我们的无漏智慧生的时候呢，自然就会烧诸什么烦恼啊，哦，那这个是不是也不待时啊？它是自然互动出来嘛。智慧啊，无漏智慧是光明的啊，那它像火焰一般，它会把无明烦恼给怎样给烧毁掉了，啊，它是自然而然的，不是看时日的，啊，不是看外在的这个白天黑夜，啊，不是，所以这个叫做不待时，啊，第一说，第二说呢，啊，只要戒定慧皆成就，是不是就能够获得什么果报？什么样的果报呢？就是证得涅槃而后怎样？
解脱的果报嘛，哦，这个是不附带时的，哦，所以呢，这里就设问说，如果像佛陀所说，说啊，有十要、十一、十食，啊，就是在医药、饮食啊，衣还有卧具哈，还有衣服啊。那么其实有时候也会去规定时间呐，比方我们吃药，可能啊，这个一早吃，中午或者晚上，是不是也有时效性啊？哦，或者我们穿衣啊，或者这个尤其饮食，是不是也有时候要定出时间来啊？哦，那若人善根未熟，待时当得。为什么说不需要待时呢？哦，在日常生活上是不是都要定时啊？哎。好，所以呢，论主就回答说，哦，在这样子的时来讲的话，是随世俗法，哎，哦，因为世俗法上是不是有生活的现象，哦，有生活的现象，我们就会去定出我们的，比方哦，早晚客送啦，或者这个早餐、午餐，然后药食，哦，因为有时候人多了，是不是就要去定出一个时辰来，哦。那尤其希望能够生哈，能够这个维护一个僧团，为佛法久住的缘故，啊，那是难免要去定出一些生活公约，几点钟做什么，几点钟要做些什么，啊，所以就会结什么十戒，结十戒，啊，也就是去规定出一个几。哦，当然过去也不是说用几点钟，哦，他们是用什么昼六十，啊，昼夜六十有没有，哦，或者我们以华人来讲是十二个时辰啊，到现在来讲又更精确了，是不是24个小时几分钟，哦，如何如何，这些其实是随顺着什么世俗的现象来做一些规约了，哦，做一些规约，哦，若未修道时啊，修道德的涅槃跟诸禅定呢，啊，或者智慧的微妙法来讲的话，这个是不是不待时啊？因为这个是无形的东西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有形的，是不是都是世俗上面有形有相的？哦，啊，那也是一方面要让团体在运作上是不是要有所依循的那种时间的现象？哦，啊，但是呢，在修行来说呢，啊，能不能得到啦，或者我们的修行到什么样的程度啊，能够验证到了什么，这个是不待时的，这个只要因缘成熟，它是不是就自然而成啊，啊，而不是规定一定要白天才能得到，或者啊黑夜才能够如何，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呢？没有啊，啊，那之所以有规定，都是属于生活公约之类的啊。但是呢，如果诸外道呢，在法哈，哦，他们在修法上呢，接待时节啊，他们反而比较注重时节，哦，这个如何修法，在几点钟修什么法，哦之类的。那佛法但待因缘什么具足，在修行上是不是就是因缘具足的时候，他自然就有所成就，哦，那虽然我们这个持戒禅定而智慧未成就，就不能怎样成道嘛，因缘还没具足，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体会到，哦，没办法验证到什么样的果位了，哦，如果在持戒禅定智慧都能够有所成就，就是怎样，就是得果了嘛，哦，当他因缘成熟，他是不是自然就获得果报，哦，就会自然获得果报，不是不需要待时结因缘的，哦，不需要的，所以这个叫做不待时的第二说。第三说呢，哦，如果心静，哦，人闻法即得果啊，哦，如果心很清净的话，哦，在闻法就容易清楚明白，哦，乃至于能够依法修行，是不是自然就能够获得果报嘛，哦，这个也是一种不待时，哦，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复次久久得国名为什么时，哦，就像我们说啊，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也很愿意修行，也希望透过累劫宿世，哦，一直到超凡入圣的那个时候，那是不是也是一种待时解脱啊，
哦，是待时解脱的。哦，这个是需要时间岁月的累积，透过生生世世的累积的。哦，那所以这里说九九得果，得果哦，名为时哦，那即也就是时哦，能够就说能够得的话呢，就不名为时了。哦，即时能够得的话，就不名为时哈、哦。那这里有一个譬喻，就讲到说，就好比说哈、哦，这个譬如说，浩然一入变成心境啊、哦，亦如是闻法即染得法眼镜啊、哦，是名什么不待时。哦，也就是说，像浩然，啊、哦，这个我们是透过这个熏修的啊、哦，这个透过熏习啊、哦，透过熏习啦啊、哦、的累积，那么这个浩然一入变成，哦，就是我们若。这个哈、哦，比较是那种诶染浊的心呐、啊，哦，一进入比较比方不良的场所，我们的心是不是就会跟着去了？哦，但是心境的人呢，其实也是这样哦，因为心境的人他会比较喜欢怎样？哦，他其实也是透过哦，心境的话容易闻法，那他所闻法呢，也能够怎样熏习？就会熏习的是善法、哦、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因为我们的执着比较深的时候，可能、哦、比方我们去这个追求外在的这种、哦、这种声色犬马的之处呢，是不是也会染着啊？那这个就是说，就类似说近朱者赤怎样，近墨者黑、哦、那么属于心静心比较安静的人，他比较能够听闻佛法，也是一种熏习。那在这熏习当中呢，就能够得法眼镜啊、哦、这里的法眼镜也就是能够达于见到位，去除了我们的见惑，是不是就能够达于见到位啊？这个是不待时的哦，这是不待时的，也就是因缘成熟了，他自然就会怎样，就能够超凡入圣啊、哦！这个达于见到位，这个也是不待时，不知道哪一辈子了啊、哦！那只要因缘成熟的话，所以我们的这种熏染本身当然有好的有坏的啊、哦，恶的也会熏染啊、哦，也是一种熏习，善的是不是也是一种熏习啊？那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去抉择了啊、哦！总说呢，它是不待时的。哦，是因缘成熟就如此，因缘离散了哦。如果所以我们要不断精进就是这样，因为因缘会离散，我们要让这个因缘再成熟哦。因缘离散，我们还要再怎样，再精进用功，尤其我们一辈子一辈子的当中啊，哦，也都是在缘生缘灭嘛，是不是？哦，那我们这辈子的缘灭之后呢，我们下辈子再缘生，是不是也还想要再熏习佛法？哦。那所以呢，这个就要有点精进的心，所以这个也都是累劫宿世去累积出来的。好、哦，那这个是不待时啊、哦，不待时的三说。第五呢，就是能到善处啊，哦，那能到善处者呢，就是所谓的三十七道品啊、哦，能够从有漏达于什么无漏啊、哦，也就是能够将人啊、哦、带到什么涅槃的境界。哦，让我们从凡夫而达于什么这个，哦，超凡入圣，直至涅槃呢、啊？哦，就譬如，哦，入了恒河，啊、哦，是不是必得至大海？因为恒河，哦，通往什么大海？哦，它的这个下游是不是就是会入海去了？哦，你只要入了恒河，随着恒河走的时候，是不是就必然会？达于大海啊，哦，必至到大海嘛，哦，那诸于外道法呢，不是一切智人所说的，哦，不是圣人，也就是我们讲的，哦，佛法讲的那个圣者，
啊，所以超凡入圣就是因为证得一切智嘛。啊，而诸外道呢，并没有所谓一切智人来说，所以呢，都会妄见杂故啊。啊，也因为邪见哈、啊，邪见杂故的，所以就容易怎样啊，将至恶趣。啊，因为邪见当中是不是痛苦烦恼会多啊？啊，而且分啊，非常的杂染。哦，杂染的话呢，容易怎样恶性循环，哦，或时将至天上，就算说哎，他有相当的福报，哦，他可能升到天上还堕受苦啊，哦，因为他还是修了一些福报，所以他也有可能上到这个天道去，但是他这个天道的福报享尽了，是不是他又要堕下来了，还堕受苦啊？哦，皆无常故，不明什么善处，哦，因为它起伏躁动不安，很难让我们的身心得到安乐，是因为它没有哦，没有办法去依据什么真理法则，那么它寻找不到那个所谓法则的这个部分呢，哦，所以我们说所谓的修行是什么依法修行啊，是不是哦，是要有真理法则来做我们的依据的。哦，那么自然就能够到什么善处哦，透过三十七道品其实也离不了戒定慧三学哦，三学八正道，这些是不是都是让我们能够哦，从凡夫达于圣者，再从圣者看是要哦，自我解脱还是走菩萨道，是解脱道还是菩萨道哦，终究呢菩萨道还能够哦，圆满成佛嘛哈，哦，好，那这里接下来还有一个因论生论呢，哈，说这个就设问说，无有将去者，云何得将至善处？哦，也就是说，因为在外道是不是也经常问佛陀说，哎，这个人死后到底是有去还无去？有没有？他到底是去哪里了？哦，到底是不是去还是不去？哦，所以呢？佛陀是不是都会答说这个无有去者啊？啊，为什么无有去者？因为所谓的去呢，它是性空的，它是无有定法的，哦，它是无有定法，所以就叫做无有将去者。哦，既然无有将去者，那又如何将去到善处呢？哦，所以这里论主就回答说，虽然无将去者，哦，一般我们都说，哎，这个人到底哈，死后到底去哪里呢？其实是无有定法的，叫做无哦，无将去者。也就是说，去者是有去者，去的是要投生到下一辈子去嘛？哦，那会先有隐业，是不是才有满业啊？哦，先要决定，哎，六道里头的哪一道，那就看是善道还恶道，那也是根据我们，哦，累积下来的那个善业多还是恶业多的问题嘛。所以，这个虽无将去者，是在讲将去者本身是什么性空？什么叫性空呢？是无有定法的。每一个将去者，是不是都有不同的去处啊？哦，其实都有不同的去处哦。所以叫做将无去者啦，将去者呢无有定法，每一个人是不是都不一样啊？哎，哦，但呢诸法能将诸去啊，哦，诸法去啊，诸法能将什么诸法去啊，哦，也就是说所谓的法它本身是因为性空的缘故，所以就各有不同哈，哦，等于说是无有定法，但是我们从这辈子是不是必然要流转到下辈子啊？哦，必然会流转到下辈子，只是无有定法，叫做无将去者。哦，所以这里就讲到说，无漏善五众断，哦，无五众中强名众生啊。如果是无漏的善呢，这五众呢，哈，哦。这里的五众讲的是五蕴，跟我们早上讲的什么五众具足有没有不一样哦？我们早上讲的五众具足是什么？戒众具足，对不对？
令众具足，会众具足，解脱具足，解脱之见众具足，那叫五众具足。这里的五众讲的是五蕴啊，五蕴。我们平常因为啊，这个我们的出生在这个世界，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啊，这个五蕴就是我们的什么有为法，在白法当中占了94个有为法呢。哦，为什么会变成有为法？是因为我们有所取向的缘故，有所执着，有所执着。如果能够放下执着，是不是才能够达于无为法？哦，能够达于无为法，就是因为无漏啊的善业，所以呢，五蕴就会断。啊，所谓的五蕴断呢，就是五蕴不再去取着，不取着五蕴。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不取着五蕴，是不是生死才能够怎样？啊，才能够超越生死啊！啊，那我们因为有五蕴的和合，所以我们就称为众生。五蕴和合而因缘而生嘛，对不对？我们所谓的众生其实是好，这个众缘和合而生之后呢，我们是不是还要面对众缘离散而灭啊？其实我们强名众生，其实我们也可以名为众灭呢啊。其实我们是众生又众灭了，哎，哦，那为什么会缘生缘灭？就是因为我们取着嘛，取着五蕴呢，啊。哦，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不取着五蕴，五蕴就会断，哦，就能够缘灭后不再生。不然的话，我们是不是一直在五蕴当中缘生之后缘灭？我们因为取着，是不是又再缘生，然后又会缘灭，然后又缘生又缘灭，是不是就生死轮回不已？哦，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无漏的善的话，就有机会怎样？缘生后的缘灭，缘灭之后，因为我的执着不再执着，哦，那这个就不会再缘生，就不会缘生，不会缘生呢，就将去入涅槃了。所谓的涅槃，就是缘灭后不再缘生，是因为我不再执着，或者我先把第七世的执着先把它怎样扶住，就可以不再缘生。那就所谓的证入涅槃，哦，就如同风吹尘，哦，这个尘其实也是透过风吹过来的嘛，哦，那水如水怎样飘草在水，那个草是不是飘在水面上啊？哦，那虽无将去者而可有去啊，哦，虽然他们到底去哪里，哦，这个尘透过风一吹，我们拿那个吸尘器有没有？哦，吹，吹那个灰尘啊，哦，不，比较不是吹。比方我们现在哎扫地，有的，尤其在马路上，你看扫地不一定用扫把，是用吹的，有没有？吹落叶，吹垃圾，吹什么都不知道吹到哪里去，反正就不要在我这个地方，啊，或者把它吹到同一个地方，把它收到一起去，啊，哦。风吹尘，水飘草，哦，看起来是有什么有趣的现象，但是为什么说无将去者啊？因为无有定法，它的去向是不是无有定法？为什么无有定法？因为性空的缘故。哦，就算我是一个这个每天哈，哦，在街上的这个清洁员说，说，哦，我一直在吹这，是不是每天吹的也都不一样啊？啊，哦，把这些树叶啦，什么垃圾啊，是不是一下吹这边，一下吹那边，是不是都无有定法，啊？虽然同一个人吹哦，也是用同样的那个吹风机在那边吹，是不是都无有定法？叫做无将去者，但是怎样而可有去啊？我们是不是还是看到有去的现象啊？它是相有的，但是是性空的。哦，所以呢，比方哦，清洁队员的长官不能规定你一定每天一定要吹到哪里，是不是也很难啊？
因为很难去规定，每个人那个情绪不一样，是不是他催法也不同啊？哦，身体状况，哎，我今天比较累，或者比较有力，是不是他的那个方法都会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叫无有定法，其实叫无有定法。但是有没有去的现象啊？他总要把它给怎样，把它给解决了嘛，才能够完成这件事情啊？这样理解吗？有去向，但是无有定法，叫做将无去者，无去者的这个无，不是在否定现象，而是在讲现象上它是性空的，是不可得，不可得它的固定不变相啊。它是不是动态的啊？叫做无有定法，这样能不能理解？啊，所以性空真的不容易理解，是因为它讲的细，而且不好表达，因为它属于法性的部分。哦，法性本身都是无有定向的呀，所以佛陀也讲嘛，佛陀有所说法也，有没有？啊，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疑问过啊？说佛陀到底有没有说法？哦，那人家要怎么回答呢？无有说法，哎，为什么叫无有说法？因为佛陀所说的法是不是无有定法？佛陀会说一模一样的法吗？不可能啊，因为因缘不同啊，情法不同，是不是就有不同的说法的方式啊？它是无有定法的说法，是不是都要关机斗教啊？应机说法，是不是都不一样的法？而且随着时节因缘，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说法？这个叫做无有说法，这样懂吗？而可有说法的相，是不是有说法的现象？有没有现象？只不过这些现象怎样？不定，不可得。我们想要可得的，都是固定不动才叫可得。如果是性空，就是不可得。那性空是什么意思？因为每次的因缘都不同嘛，所以是不是就有不同的说法？这样懂吗？哦，所以这里的去也是这样嘛，有去的现象啊。反正总是要把这些垃圾是不是都要处理完毕啊？只是用不同各种不同的方法而已啊。而且每天就算都在这边吹吹吹，但是吹的方向或者什么种种因缘是不是都不一样啊？哦，这叫无有定法哈。好，所以复次因缘和合无有作啊。其实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关系哈，没有刻意谁能够去主宰这一切的啦。所以呢，亦无有将去者。哦，没有固定不变的去者。所以龙树菩萨在中论是不是也讲无来无去啊？无来无哇。这个不出不入嘛，不出不来不出有没有？不来不出就是不来不去啊，的那个去者，也是啊、哦、无有定法的啊、哦，而果报属于因缘呢、啊，它是不得自在的。我们没有办法去预设果报一定如何，但看我们怎么去下因缘呢、啊。因缘成熟，是不是果报自然呈现？所以有时候常常呈现出来的果报，可能出乎意料之外，是不是都非常可能？所以这里的果报属因缘，不得自在。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果报，我们无法去决定果报一定呈现什么现象，即是即名为去啊。哦，这种去的现象是没有办法去预算的啦，是不是都但看因缘啊？就看哦，每天的因缘不同，所以他去的方式是不是都不一样？有没有去向？有，但是哦，这个是无去的啊、哦。为什么无去者啊？因为性空的缘故，所以任何的现象都是相有的当下，是不是都性空的？哎，其实都是性空的哈，就是无有定法，所以常讲说法无定法，有没有？嗯，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要生老病死，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生老病死的过程是不是都无有定法？细节的来说都不一样。
哦，我们的生活习惯了，我们的养生之道了，我们所吃的啦，所穿的啦，所住的环境啊，心情啊，是不是太复杂了？是不是都无有定法？但是大原则上离不了生老病死。哦，所以有生老病死之相，但无生老病死。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这句话？这个无是在讲生老病死是性空的，用否定式的符号，可以说叫做无，无有生老病死，是在讲生老病死的什么性空啊？哦，那也因为性空，所以我们就愿意怎样接受果报了。我们只要在因缘上很努力的话，果报如何，那就已经不是我们能主宰的了，我们只能随顺因缘来接受果报啊，是不是？能够接受才容易有善念，因为不接受就抱怨，就痛苦，就烦恼，是不是就变恶业啊？因为我愿意接受，就会变善业。我不仅接受，而且还带着感恩的心。纵然是逆境哦，纵然业障现前，是不是还是要有感恩的心呢？有感恩的心哦，其实就在转业了。业障好像是恶业的现前嘛，哦，因为有业障的现前，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是因为我们的恶因缘是不是已经变现出去啊？我少了一些恶因缘，再加上业障现前，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考验，也是激发我们智慧的好时光啊。哦，如果对法能够理解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比较容易能够逆来顺受，顺逆皆精进，有没有？毁誉不动心，这是不是中道不二？其实也是从哪里来啊？从因缘法来的，对不对？还是从因缘法。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中道不二，我们发起善心善念的机会是不是就多很多啊？结善缘，造善业。所以叫能到善处，是不是就能到善处啊？好，好，所以这个是第五，是不是能到善处？我们念法的话，哦，与法相应，容易，啊，容易造善业的意思。善业造多，当然就会去善处嘛，哦，就会投生在善处。哦，第六呢，通达无碍，啊。所谓的通达无碍，就是因为得佛法应故啊，与法印相应。与法印的印是这个印章的印，对不对？能够相应啊，哦，是那应该的应，有没有？啊，哦，与法印相应的缘故啊，哦，那么自然能够通达无碍，就如得王印呢，啊，则无所留难，留难呐，啊。哦，比方在古时候说，哦，你看那个，玄奘大师，哦，玄奘大师要西行到印度取经，那个时候是非常，哦，玄奘大师要遭受到很大的困难，因为玄奘大师得不到王印呢，皇帝不准啊，皇帝不准，哦，所以他要这个冒险前进呢，哦，这个处处留难呢，是不是？碰到一些关卡，又会回报呢，要抓人啊，要怎么样啊？啊，如果玄奘大师他能够得王印，是不是哦，就可能一路畅通无阻啊？在过程当中也有小的那种王啊，小的那个小国家啦之类，哎，有时候也会得到人家的帮助了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得王印，是不是就比较能够畅通无阻？哦，我们如果能够得法印的话，也是一样啊，畅通无阻。哦，所以我们说，哎，有理是不是走遍天下？哎，那我们如果与法印就是跟真理的现象能够相应的时候，能够如法，哦，那就不止走遍天下，哦，走遍所有的世界，走遍所有的时间。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乃至未来，未来世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还有无尽的未来，法印是不变的，哦，
今生所学的法印如此，下辈子来学的法印是不是还是如此？因为它就是佛法的真理法则嘛。哦，只不过在原始佛教的时候，因为用声闻法，它用三法印，是透过现象来说，是不是就稍微啊做了一些切割？到了初期大圣，一个实相印是不是就够了？就叫做性空的法印，透过性空也可以行骗。行骗尽虚空骗法界三世、哦、过去是现在是乃至未来世、哦哦、所以就如同如得法印则无所留难、啊、是不是就能畅通无阻啊、哦、就能畅通无阻的、哦、好，所以首先来看这个三法印是什么呢、哦、何等是佛法印呢啊，其实佛法印有三种啊。第一个就是一切有为法，念念生灭皆无常啊。这是不是就叫做诸行无常？啊，诸行无常。第二个法印，一切法呢无我啊，诸法无我嘛，对不对？第三是不是就是涅槃寂静啊？啊，诸行无常是我们看到的现象。我们所看到世俗地的现象，世俗地的现象是不是离不了无常？因为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离散而灭，缘生后没有不缘灭的，缘灭后有机会不生哦。如果我没有再执着就会不生，问题是我们第七世的执着太强烈了，所以我们死亡之后啊，不是我要不要再来，要不要再来，我们只有第六世在想，我不要来，要不要来，哦，这里好苦好苦，我不要来，第七世还是照样来因为我们结了多少的因缘在这里啊，哦哦，或者我们有个很强烈的去处，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或我一定要到东方净琉璃世界，还是什么，你那个要非常够强烈呢，你的愿力要大过你的业力哦，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哦，那是要很大的愿力哦，好，所以这三法印啊、哦，因为从现象看诸行无常，所以要往深度来看诸法无我。为什么无常？就因为无我，因为性空的缘故。所以这个无我相当于是性空，也因为性空的缘故，所以是不是才能够达于涅槃寂静啊？也才能够达于涅槃寂静啊。哦，所以这个叫做三法印。哦，那广明三法印呢，诸行无常印啊、哦，也就是说修行者要知道这三界都是有为生灭做法，是不是都是有为法，在三界当中都是有为的造作啊、哦，那何谓有为的造作呢啊、哦，是原来先有而今无，就是它消灭了今有而后无，先有而今无了哈。先有是因为它原生了，哦，过去有而现在原灭了，哦，过去有是因为原生，现在这个今呢就是现在原灭了，所以它会先有而怎样今无。那今有呢？我这辈子虽然哈、哦，就是上辈子哎。上辈子先有了之后它灭了、哦、那么来到了今世，今世的时候是不是又原生、哦、原生之后呢，我们是不是还要面对缘灭啊？所以今有而后无嘛、哦、总说呢都是在念念生灭中啊，我们的心念也是不断的在生灭，不断的在生灭，所以是相续相似生故啊、哦、其实我们的心念是念念生灭相续相似的，而我们以为我们是一条心在那边如如不动，其实是一直在闪烁的、哦、所以呢可得见之啊，我们的那个心的、哦、那个念念生灭就如同流水，如同灯焰，如同长风，长风就是远风，就是就像风在吹拂一样，灯焰看起来明亮的样子，其实那个灯焰是不是也在闪烁着、哦、那个流水、哦、
流水呢，它是流动的，它是不断的流去的，哦，从这边流到那边，它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动态的。我们透过因缘再重新看到这个世间法、世间现象，是不是都是动态的？虽然我们看这张桌子好像安安静静在这里，它是动态的吗？啊，因为它是因缘和合而生，之后是不是也因缘离散而灭啊？其实它是现在在离灭，在离散中呢，我们肉眼看不出来哦。必须要有我们的什么慧眼，就是我们的第六识要去想象，哦，它这个如果五十年后坏掉，不是那个时候才坏，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在坏，在点点滴滴、生生灭灭当中在坏耶？所以它是不是还是动态的啊？房子也是动态的呢，只不过它的那个生灭的速度比较缓慢，我们肉眼看不出来，但是。我们透过第六识能不能理解得过来啊？好，所以慧眼反而能够看得更深细，我们的肉眼太粗糙了了哈。好，所以呢，这些流水灯焰啊、长风，它也是相似相续，它是动态的哦。但是人人以为是一，为什么叫做一呢？以为不变，它是一致的。风就风嘛，水就水嘛，灯就灯啊，会觉得说它好像固定不动在那里啊。其实细细的想，它是不是在，它是动态的啊？哦，其实它是很细的在动的，很细的在动的哦。而我们以为是一，就是以为它不变哦。众生于无常法当中，是不是常颠倒故啊，我们把无常即常叫做颠倒嘛，对不对？啊，为去者是常住啊。我们以为去者，啊，就说，其实我们一直在缘灭，也是一种去啊。确实，我们看不到它的缘灭，以为常住，就像这张桌子嘛。我们现在用肉眼看，觉得它是常住的。哦，去年长这个样，今年也是长这个样子，明年看是不是也是长差不多这个样啊？会以为它常住不变呢，欸？从肉眼看，是不是觉得它常住不变呢，啊？其实它是去者哎，欸，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是去者，叫做缘灭者？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灭到合不起来，所以还存在。哦，我们就以为它常住了。这样能理解吗？哦，所以世名一切法，一切做法是不是无常应呢，啊？诸行无常啊，哦，诸行是无常的，哦，这是第一个法应，对不对？哦，那第二个法应是什么？诸法无我，哦，所以用应，为什么要用应呢，啊？它就如同应见证明，哦，它是如法的，哦，与法相应的应见证明。所以龙树菩萨也说，哦，所谓的佛法是由佛陀亲口宣说，也是佛法，对不对？由佛弟子辗转相传，是不是也是佛法，哦，或者由天人说、化人说，不管谁其实都能够说法，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合乎法印才是正法，这样懂吗？哦，要合乎法印，因为这个法，哦，是要有印鉴证明的。我们之所以要有印鉴证明，是不是在保障我们个人的权益啊？尤其不动产的买卖，哦，为了要知道是你个人的买卖，不是别人给把你拿去偷卖掉的，是不是就是要印鉴证明来保障权益，哦，佛法上面呢用法印来保障，这是佛陀的正法，叫做法印，哦，所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哦，这是佛陀的什么，在真理上面的法印，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了哈。阿弥陀佛。